应该只剩下我们其他人了，应该只剩下我们两个。来，最后一组，请。哇哦，哇哇哇哇！来，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老师好。那个加分先好不好？好。这首歌讲的就是我自己，因为从小我是属于比较乖巧型的孩子，逐渐长大之后就变得有点会失去自己。其实我本来有点担心这首歌，就是徐佳莹的歌，我觉得很难诠释。但是我觉得她用了自己的方式去，所以我觉得好感动。而且有一些词在口头唱着，我就默默的觉得很想哭。在台下看她冬天啊，为什么发亮？我觉得她拥有了一个可以让大家真正听她唱歌的，哎，可以让人完完整整的去让她认识佳莹。姐姐当初她没有跟我说要怎么唱，可是她又跟我讲，哎，你可以以什么方向唱？对，所以刚刚如果她真的有眼眶泛泪，就是代表我有做到，我有做对。愿你永远能看，愿你永远懂得飞翔。愿你真的爱一个人，某个人，那个人，而懂温暖来自何方。我如此挣扎。谢谢。好好听啊！加油！因为这一首歌，在我当初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不管是词还是旋律。我就觉得跟我的心情跟情绪有重叠到，它是一个对自己对话的一种感觉，一个深层的对谈。愿你永远安康，愿你永远懂得飞翔，愿你真的爱一个人，某个人，那个人，而懂温暖来自何方。我如此坚强，愿我永远善良，啊，愿我真爱上一个人，某个人，那个人，是不慌不忙，是心之所向。谢谢。谢老师，谢谢。加油！谢谢，谢谢老师。OK， 没问题，谢谢。佳欢，你们家是两姐妹吗？四姐妹。四姐妹。对。我觉得你们家至少可以有两个人当歌手，就是姐姐跟你都可以。谢谢老师。真的唱的，我刚刚起鸡皮疙瘩了。对。谢老师。对，我觉得你要珍惜哦，
因为我自己觉得你有点危险，因为柯腾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他的声音，加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Okay, 谢谢老师，谢谢柯腾哦，谢谢老师。OK， 谢谢嘉欢，请上座。谢谢老师。对，很用情，表现也很稳定，真假音的转换非常好听，蛮优秀的，继续保持。谢谢老师。我是戴着墨镜，那其实我都是囤积泪水。好，他那边已经是韦伯水库啊，在那边韦伯水库。谢谢老师。很棒，真的。谢谢老师。加油，加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。